我讲查理大少爷，你这个女朋友就差不多的哦。你家看咩？即马几点啊？连一个影都无看的。你即马打电话回伊啊，叫伊免来啊。人诶哦，恁爸我著带少年的去因家甲拜访啦。人是查某囡仔，总爱西装打扮一下才会出门，脚手脚板迄是真正常。我即马开始怀疑哦，你是无经验的，是毋是叫一个凊彩查某怪？像是凊彩的查某。阿妮，你来啊！啊，你就是阮查理的新女朋友哟。我拄则来的咯，一直感觉耳仔足痒的。我原本阁两分讲是有人在想我，结果想袂到。是阿伯你在批评我，你一个做人时代，啊在时势后壁讲人的歹话，真正是哦为老不尊。若是讲连我暗到一点点的时间，你拢无法度包容我，那你要嫁给恁哪里嘛袂好啊？请收我这个新妇啊！我只是哦甲恁试探一下，结果咧，你讲伊骨卡就说出来啊！唉，看起来哦。我告诉你是行不下去了啦，今天你这顿饭慢慢吃，当然了。阿妮啊，别跟我动啦！我知道今天你你要来吃这顿饭有什么目的？你就是要看我是不是有资格会当嫁入去你娘家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嘛赶快会当替你两个打分数啦，你两个爸仔囝的表现哦，零分。喂喂喂！你即马愈讲愈超过啊！爸，你敢会先莫讲话啊？伊是我的女朋友，即马这个场面先交我处理 ，OK？ 阿文爸，迄个性哦，都较冲动、较土性的，你哦，就莫甲伊计较了哦。嘿，你这个狗屎囡仔，你是咧讲啥啊？对啊，唔对啊？你应该处理你这个女朋友呢，你刷电脑，甲恁老爸我洗面。你一定要把场面舞到这来歹看着啊！你敢会当为着你这个亲爱的后生，小忍耐一下，小配合一下，好无？你，咱要讲哦，见色忘友，阿你哦，是见色忘父啦，无啦。好啦，我哦，把拄则拍的分数重新修正。查理，你比我想的哦，更加讲道理。我哦，给你60分。啊，不过阿伯，你的表现哦，同款是零分。你搁讲一遍，什么人零分？我讲了真清楚啊，可能是你年岁有啊啦，耳孔哦无好。赞！我就是介意你安尼跟我讲话，讲话真欠，袂做一个小辣椒的吼。唉，真久无人敢安尼跟我讲话呢。无怪哦，你这查囡仔一旦唔教阮查理，这个死死。是啦，你会当做我的新妇，过关。